你们，为什么我今天会设定这个主题呢？这个不骂脏话超难死我是不是？虽然我们是新的一年，新年就是要立一个新希望，不过其实这个还是有原因的。来，我现在看一个画面啊，就是呢，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信，大家看得到那个信的内容吗？有一个妈妈呢寄信给我说，阿歪，最近看你玩蛋仔，偶尔也会讲靠杯，我只好把荧幕关掉，然后不希望孩子把这句话学起来。因为我很多那个观众或是那个粉丝，可能呢是国小、国中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在国小阶段呢是你们的品格。哎，不是啦，我刚那个不算呐，屁嘞，我刚这个不算。好好好，就送300好不好？就送你们300，你们这个真的是。天哪，你们是什么守门员是不是？好啦，国小阶段是这个品格养成期。上周末有看到我跟粉丝的蛋仔见面会，然后呢也有答应女儿可以带她去看，然后也有加入我的这个跨年的语音房，看来是真的是我的小粉丝。哈哈，屁嘞不算，我们现在定义他脏话，刚刚那个就算，刚刚那个信上面写的那个就算，我现在不会再中那个进入圈套了，好不好？屁不算，屁嘞不算，上面那个字这两个字算，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字也算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这样好难讲，反正你们自己心领神会好吗 ？OK， 所以呢，反正呢，我就答应他了。对，而且他说呢，他有寄信给燕玲，可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。燕玲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派呢？对，这以下是他寄给燕玲的内容。燕玲好派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有回复他说 ，OK， 感谢你的来信。我今年呢，就打算我们今年所有的直播呢，如果呢我在里面骂脏话的话，我就送300蛋币。好 ，OK， 这就是这个原因，好不好？这个好像很好玩，上次一人有要玩过。你们下次再叫我那个抖内念什么，我再也不会念了。我再也不会念了。哎，我要带什么？哦，好。蛋仔岛上有的事物，对你飞吻的蛋仔。哎，哪边是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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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，哦，左边是圈，右边是叉。OK。等一下，再一次。我刚没看到哪边是圈啊！来，自荐房间再一场，我气死了！带回溯是不是？好，他带回溯会很作弊啊！好，来带带看。好，我带回溯，不过回溯也要冷却很久，应该还好。左边是圈，右边是叉，左边是圈，学校正常会看见的。OK， 学校正常会看见的。麻将桌叉，不要弄我。气死我！上厕所就是叉，差点吃圈呢，吓坏。好 ，OK， 再一个黑板圈 ，OK， 不要再弄啊，不要在那边搞啊，很可怕。再来橡皮艇，好，叉，哎呦，好可怕，差点被他撞下去。咨询的议员叉，哦，好，我现在搞清楚了，圈叉黑熊叉，哇，差点，我刚没看到题目跳出来。圈吧，这是圈吧，吃午餐的老师。OK， 圈好。那么扣警卫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是圈，你们不要给我那边弄哦，吓坏。巡堂的教官，这个是可以了吧？这个有啊。我记得有看过那个神桌，这个没有，赶快先退一下。哎呦，好危险哦。我回溯哦，不要浪费我回溯好不好？气死哎、欸！哎呀，这家伙。等一下，烦欸，我都没来弄你们，气死！再开一场，结果都不是被题目弄死啊，被炸死啊！忍住了，差点骂了 F 开头的，真的被发现了，好可怕！这个地图我也很想骂脏话，好好玩哦，差点把那个 F 开头字骂出去了，这个地图太危险了。好，再来，看一下。哪些是童话故事？青蛙王子这个是吧？不要跟我说是成人故事哦。哦，还行，好可怕。短发公主没有这个，不是长发公主，我记得。甲贺忍蛙你怎么有点危险 ？OK， 那在绿野仙踪这个是吗？好像是，就是那个印第安的那个吗？七只小猪，哎，不对，是三只小猪，差点忘记。下一个，白雪公主，这个我熟的，有白雪公主，我熟的。丑小鸡，叉，丑小鸡好笑，我觉得这个好笑哦，名叫丑小鸭。白马王子，不是吧？哎，白，哈哈，一群人白痴，等下白痴好像是哎，白痴算吗？白痴应该不是，
有的。等一下，白痴还好啦，好啦好啦，算了算了，给你们好了，给你们算好了。水里的生物，先不要弄，我先不要弄。水里的生物，我们先专心答题。我以为中间还有这个史莱姆，是不是？好像不是。我跟史莱姆有点不熟。好，再来，好险好险。厨余不是不是，厨余不是还行。好啦好啦，等一下，小丑鱼是，小丑鱼是。啊，完了，你们，哇，你们两个。两个下去，鬼灵精是什么？鬼灵精是鱼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好好 OK， 那就好了。鬼灵精不是鱼，海豚是，海豚是，还是我把 BQ 打下去？我有这么坏吗？再来再来下一个，炸虾，炸虾应该不是吧？炸虾已经被炸了，所以它不是啊。好好好，谢好谢好谢。木鱼，木鱼不是啊，木鱼不是。BQ BQ， 不要不要过来，我没有要弄你哦。大猩猩，大猩猩不是，花点走到左边。好 ，OK OK， 再来大猩猩，海星，海星是，海星是 ，OK OK。BQ， 你赶快下去。周子鱼，周子鱼，怎么会是水里的生物呢？哈哈哈哈哦哦，因为它有个鱼，所以可能有人会以为它是水里的生物。然后到最后 ，OK， 这个就是真的打架了，打架了。OK BQ， 来吧来吧，打架了。哦呦，偏危险，偏危险呐、啊！哇、哦，怎么觉得有点晃？好像有点晃晃，哎呦！等等等等等，啊啊啊！哎哎！啊，我输给 BQ 了，再挑战一次。那应该题目就是这些吧？还是会有小绿帽？小绿帽不是，小红帽才对。小绿帽是什么？戴绿帽是不是？白马王子，白马王子不是不是？哦，吓坏吓坏！忍者歪，你是不是没有童年啊？你怎么会一直答错这个童话故事啊？白雪公主是是是 ，OK OK， 好。来，青蛙王子，青蛙王子，哎、欸，是啦是啦。我知道我们还诱导人家，食指姑娘，食指姑娘当然是啊，当然是啊，当然不是啊，怎么会有人觉得是？那名叫拇指姑娘，灰姑娘当然不是啊。好了，是啦，你说哦，没有诱导，哎、欸，不要弄啊，不要弄，不要弄。啊，小美人鱼，小美人鱼是 OK， 有人在那边跟着我走哦。绿野仙踪是哦，绿野仙踪，打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来一个不和平的，公主与怪兽是啊，公主与怪兽不是。美女美女，你们这群，你们有没有童年啊？我受不了了，你们有没有童年？蛋仔岛上会有的事物，好，来来来，再来。哎哎，干嘛啦？吃，干嘛弄？哎、欸、啊，不是不是不是他。我发现不是大家弄我，是那个弹虫，我刚没发现，好好笑哦这个。最后感谢 BQ30 的150元，你打我也是没在手软的啊，还有尹安的1500元，希望你的网络下次好一点才能一起玩，以及另外一笔750元，感谢我们的本院大干爹 BQ30 跟尹安加入超级 Y， 也非常谢谢我们频道会员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。